哇，小花园。哎，不要在那边射，很恐怖。挖他一点没关系。喂，你是怎样？你手上有多抖啊？伸水扁哦。那是我挑晚上，别怕死。哦，对。我们两个都拿了盾跟剑穗，哪来那么好的？我下面凸起来。好恶。我的手凸起来一根了。去过，你先去过。不是，你不要开门啊！我没有开啊。为什么？里面有那个啦板子啊。好了，别乱掉。这样。没事。喂。鼓励趴。哥。那边。我看的地方，有神龟砖。去把它封印起来。没有啊，哪里？我看的地方，珊珊，很难理解。我前面指的地方啊。前面快封印住。是啊，他二人都好死了。我看都看到一个火生出来了。雪地兵，火力掩护我。来了。OK， 哎，又飞机。快点！我打你风。我擦掉。这个下面有神龟砖，我刚看到火从那边伸出来。很烦哎，来开箱。等一下，我先开箱。对，下面有。三。这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我先检查。石头盔，那就这样。要吗？我这个就好。我也这个就好。金苹果拿一颗，好，金币我拿。光石不用，钻石我拿。因为我钻石条盔快爆了。这里一间。好。是怎样？休息站。有宝藏。我挖进去了。挖走，干走。我不知道挖这个要干嘛。加金币。OK， 那黄金二。哎，你不挖到岩浆了啦。哎，我水被你吃掉了。你挖才快挖到岩浆了啦。我回去装水。这是，外面是冰。对哦。没关系啦。他出来。啊？有水了。装好了。干。我去装好了。你看这个。啊。哦，我知道哈。啊，我先去。它是隐形的吗？隐形的。我就刚刚我偷看一下里面，然后就直接冲出来。哦，这里哦。要走吗？进去啊！我掩护你，你先进去。我这……你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。闪电苦力怕。好，我冲进去。有闪电苦力怕。这里我来。好。擦亮。来擦亮了，这边一个箱子。好，三二一。东征你要拿你就拿。奇怪啊！这边可以装水、欸。啊，我刚刚忘记了。
走啊，上去。先生，下面还有两间。有吗？哦，你租起来了。对。哇，小花园。哎，不要在那边射，很恐怖。挖大一点没关系。喂，你是怎样？你手上有多抖哎，撑水扁哦。算了，下去。我都不信先把神龟装。我火把把他烤死哎、欸。哦，好厉害啊！好，这应该没东西。那间是魔王的那个。啊，这是他的后宫。对啊，他、啊、为什么后宫都变僵尸了？好可怜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那这一间是哇，好多、哦。要点高，这要点高。我不能直接杀入，会死。OK， 挖开，炸了！喂，我还一直在坐骑呢，还是谁啊？要苦力发射掉，好，一箭，要冲吗？冲啊！不要，上面有圣怪砖，你冲！下面也有啦。OK， 封印了，封印了。上面那个。我封印了。哦。好，开箱，哪里有箱子？这里。下，没，我在，啊不。等下又射了是不是？没有。好、哦，下面箱子。这没有箱子。3, 2, 1。哎、欸。One。我不要见识。我要这个反数之剑。哦，我垃圾太多了。我也是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把火药拿走？不要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喂、欸，真的，我所有东西都是有用的。这个快爆的鞋子，还有这些箭矢丢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缓速之箭可以一直射啊？不行。哦，真的。留一支箭矢好了。要上去了。好、啊，你上去了。要上去了，走了。你在哪里啊，先生？楼上。好，我去找。把酒，你把酒点走。挖开。挖开，那是外面。那、啊、就没路了没？哇，是怪砖！那是怪砖。好了，封印。哎呀，我现在是白天。对啊，晚上这边不知道会怎样。OK， 封印了。往下看看吧，这里啊。哎、欸，你去哪？干嘛？先绕一圈没？外面的东西都还没绕完。这边擦亮一下。哪里有往上的路、啊？旁边还有一个，我们再绕一下。这里。对啊。哦，前面还有，还有一个箱子，先封住。不准给我射了。生了我跟你信。3, 2, 1，开。夜市你要吗？夜市给不要了。夜市不要啊。痛啊！啊，你夜市你就看不清楚哪里暗了。对。哎，哪里可以上去？上去的路在哪？另外边吧。对，在我们进来的地方，这里呀、啊。这里啊。喂。你小心一点。简单吗？简单，上来。苦力吧，苦力吧，雷神苦力吧。先堵起来啊！进来，好了。3, 2, 1，火把我拿，修复火药。哎、欸，天山，好了，拜托，好东西，我要使用我的传功。这个好东西，一人一个。好，都给你他了。我说一人一个了，先生。你有吗？为什么你有？我
不是说好的东西我们要一人一个，我才可以。我错了，不要挖开。啊！我这个电刀哎！刚刚的小僵尸。你。啊，欸，好恐怖哦，是怎样？欸，你差点把我打下去。我们分兵分路。高压 Creeper 我干掉了。Creeper超强哦！我快死了，天魂者超强！哇！高压Creeper在我旁边爆炸！啊！啊！我把魔法用掉了，药水。跳跃，自由回复二 ，OK， 这个拿，这个拿，自由回复二，自由回复二，自流，对，对，自流。我们遇到 BOSS 很强的时候，我们直接往地板上喷。我在考虑什么东西要丢掉，这丢掉，还有跳跃钥匙重要。我要去拿附魔晶瓶。我跟你说一件事情。干嘛？我装小地主。哦。我已经装好了。好棒哦！它可以用，超神奇。还没有。我在找啊。合起来。什么鬼名字？日月石。不对，要命名。还要再一等。啊！降落！哎，不要，先不要降落。绕岛绕一周好了，看看找不找得到与世隔绝的村庄。啊！撞树！来，我想个名字。日月石呢？不要。我知道取什么名字。什么？你要取什么？混沌之翼。风恶难解。混沌之翼，露西法。这很中二的。Yahoo！ 呀啊啊！这把剑有响。哎，试一下子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